下午的3:38，你现在看到的是小提琴的演奏。看看这位小提琴的演奏，这是在养护中心这个慈善的义演啊。这个你看，这么多的居民都是很苦难的，那么多的居民，你看啊，这个人那个小提琴拉得不错。这么多的著名都是我们轮椅族啊，讲的简单两句话来讲，就是可怜可怜。看看啊，这个小的小提琴拉得不错，小提琴拉得不错。做一个慈善的义演活动。慈善义演的活动，这边小提琴他拉得很不错啊，给这些深藏的住民。在这边我们这边很少有爱心活动啊，大家都很喜欢听啊。好，